没想到摸谁谁变傻的女主这次竟遇上了劲敌。然而事情还要从两天半前说起。身为一名贵族子女，女主在上学前必须接受正规的礼仪教育，于是父亲便请来了人称淑女之敬的绿毛老师。殊不知这个外表讲究妆容完美的女人，居然有着不为人知的两副面孔。有人在时和蔼亲切，人刚走就光速变脸。女主仅是因为说话的声音太小，又或者是礼貌性笑了一下，总之不管她做什么都会被丧心病狂的绿毛无情体罚。女主愤怒之余也想过反抗，但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和失望，年纪小小的她竟选择了忍耐，结果才一天下来已是遍体鳞伤。她也想过跟爸爸告状，可这个善良的孩子又担心爸爸会开除绿毛，于是便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。然而到了第二天，刚上课又遭到了绿毛的责罚。女主虽气得浑身颤抖，但为了让绿毛闭嘴，下一秒还是微笑着感谢他教育的对。没想到前世的工作经验在这里竟然奏效了，可一味的忍耐让女主感到心身俱疲。于是刚学了两天半，她就患上了厌食症，家人们都十分担心。就在母亲打算带她去看医生时，女主为了保住绿毛的饭碗，竟谎称自己没事，甚至还试图逃避母亲的询问。结果刚跑了两步半，就被哥哥抱了回去。母亲其实早就看出了其中端倪，女儿的反常一定跟绿毛的淑女教育有关。女主索性也不装了，直接将烦心事一股脑抛给了母亲。可之后该怎么办，她也没想出对策。闻言母亲温柔地提醒她，如果想获得绿毛的认可，首先得把她擅长的东西全部学到手，然后再想办法超越她，这样才有机会跟她一决高下。懂事的女主听完恍然大悟，哥哥见状十分心疼，拉着女主的小手念起了治愈咒语。一道金光闪过之后，一股暖流顷刻间贯穿了女主的全身，整个人立马变得轻松起来。哥哥让女主以后不要委屈自己，遇到不开心的事一定要告诉她，她会随时为妹妹舒压。有了家人的支持，女主也下定决心跟绿毛死磕到底。时光荏苒，一年很快就过去了，聪明的女主已将所有礼仪牢记于心，举手投足俨然一副小淑女的模样。不仅父亲大为感动，就连严苛的绿毛也深以为傲。然而女主却不为所动，只因绿毛总给人一种表里不一的感觉，尽管她行为举止都符合完美淑女的标准，但气质上却总有一股违和感。为了知己知彼，女主让管家拿来了绿毛的入职背调，表面看起来没什么异常，但紧接着细心的女主发现绿毛的家人都是虔诚的创圣教徒。女主立马想起了要培养她成圣女的大教主，没错，就是那个以神的代言人自居，企图用宗教干预国政的伪君子。然而绿毛到底跟他们是不是一伙的呢？恰好今天历史课是介绍周边国家，女主想趁机试探一下，于是便问绿毛，听说旁边的伊库国因旱灾陷入了粮食危机，所以跟邻近的几个国家以及创圣教求助，结果创圣教选择了袖手旁观，为什么一贯以慈爱著称的他们却不肯帮助深陷灾难的人呢？绿毛却不以为然地说，因为伊库国保护兽人的行为激怒了神明，所以才得到了旱灾的惩罚，而教会作为神的使者，当然不能违背神的旨意。干罰が神罰だとなぜわかるのです？巫女様がご神託を受けられたからですよ。巫女？女主一听就明白，这些都是主教编造出来的谎言，既然是神创造了人类，怎么会为了区区惩罚就毁灭他们？女主又问绿毛，有没有亲眼见过异库国的人或是兽人？绿毛闻言就跟被泼了一盆湿水的表情，轻蔑地说他绝不会靠近那些野蛮的家伙。女主终于明白了那股违和感从何而来，虽然绿毛举手投足都是标准的贵族范儿，内心却充斥着被洗脑后的偏见。女主终于忍不下去了，直言没想到绿毛身为一名淑女老师，却有着如此卑劣的想法。恼羞成怒的绿毛终于露出了真面目，这次干脆将女主的脸打成了桃子。然而女主却毫无惧色，直言其实素未谋面的人绝不是淑女该有的样子。身为公爵家的千金，她只想成为让父亲骄傲的淑女。心虚的绿毛无言以对，表示既然如此，女主就该恪守淑女的本分，不该讨论政治之类的不雅话题。女主闻言更生气了，明明交流是为了增进相互的了解，如果当个不说话的花瓶才叫淑女，那又怎么才能像老师教的那样取悦男人？绿毛被对到无言以对，羞愧难当，最后愤怒离场。女主开心的差点没哭出来，忍耐了一年总算扳回一局，要不是有毛茸茸的诺克斯陪伴，这书怕是早就念不下去了。后来脸上的伤也被父亲发现了，气得要马上弄死绿毛，女主却出面阻止了父亲，只因这是属于她的正面交锋，希望家人不要插手。父亲只好口头警告了一下绿毛，为保住饭碗，打那以后绿毛也不敢再继续为难女主，不仅主动减少了上课的天数，还把礼仪课改成了琴棋书画等记忆练习。女主学得又快又好，甚至还有时间去抚摸毛茸茸。很快一年又过去了，既然女主已经学好了礼仪和技能，父亲打算带她去北方领地长长见识。女主开心极了，她还没撸过北方的毛茸茸呢，据说比南方的手感更好。虽然那时候没有高铁和飞机，可人家有头等传送阵，但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受。于是一阵蓝光过后，女主跟父亲一同来到了领地阿森塔。第一次在这个世界看到下雪，女主无比开心，同时也更期待能抚摸到意想不到的毛茸茸。紧接着一行人乘马车来到了目的地，村长率村民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女主发现这里居然没下雪，然而此时也没时间思考，因为美食让她沉浸其中无法自拔。还没吃饱，父亲却说有事要她帮忙。原来这一带最近频频发生魔物灾害，主要是哥布林和少数半兽人，有时也会遇上双冷蜘蛛。尽管已经多次派骑士团前来剿灭，但数量却丝毫没有减少。
所以这次他们来的目的，一是调查魔物分布的情况，二来则要做长期驻兵的准备。所以父亲希望女主先跟炎龙联系一下，毕竟他比谁都了解魔物的情况，希望能获取一些有价值的线索。女主闻言立马跟炎龙现场连线，把基本情况告诉对方后，殊不知炎龙却说这里不应该有魔物存在，尤其是哥布林和半兽人，他们不可能出现在寒冷的北方。众人闻言后都懵逼了，莫非是他们发生了某种变异？联想到只有这一个地区受害，公爵认为有可能是人为抓过来的，无论如何明天先到现场看看再说。女主其实有些心虚，能做到这种程度的肯定不可能是人，她猜又是创世神搞的鬼。